随着现代科技的一个不断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对人类的社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种改变哦跟影响。那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哦，就是像新媒体哦，录像啊，或是互动动力装置哦，或是更多的一种灯光哦、音效一种新的媒材不断的被应用到创作上面来。那我们这个展览事实上是想要梳理，就是说就是在传统媒材或形式的一种表现的另外一端就是利用这些现代的一种新的科技媒体进行创作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可以互相对话的可能性？这是以共同策展人的角度，我比较从跨媒体叙事这样子的观点去切入这次带进来的几件作品。那这次跟师大还有明山艺术这边合作，那我们阳明交大这边邀请了很多老师还有过去的校友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些艺术家他们都带有这种新媒体跟科技艺术的一些创作的动能，包括是机械动力啊、AI 啊、演算美学这样子，甚至光影艺术这样的创作美材。那借由这次跟水墨、传统水墨还有当代水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希望可以激荡出不同的火花。